近年来，株洲高新区以创造一流营商环境为抓手，大力培育市场主体，孵化出了一大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。他们通过解决卡脖子问题，成为了掌握独门绝技的单打冠军或配套专家。今天呢，笑笑就带大家来打卡其中一家企业，我们一起进去看一看。 在玻璃上加上一种膜，它就能摇身一变，成为电脑、电视、手机等所需的液晶面板。这个膜就叫做 ITO 法材，是一种镀膜厚度不到0.3微米的透明半导体显示新材料。每年我国 ITO 靶材消耗量上千吨，但高端靶材基本依靠进口。为了不让中国制造受制于人，火炬安泰凭借近30年的技术创新和积累，彻底解决了卡脖子技术难题，建成了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靶材生产线，打造出了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，被评为国家级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。